咧就为大家介绍圣 Regis 瑞吉酒店嘅双人夏日住宿套餐啊！大家除咗可以享用管家服务之外，仲可以自选四项礼遇，咁就可以打造个人化嘅旅程啦！我哋一齐出发。经过 arrival lobby， 搭 lift 上二楼嘅 The Grace Room， 管家就会为我哋办理入住手续，非常贴心啊！今次我哋入住豪华客房，这个套餐不用额外加钱就可以入住这个房型的了，可以摆到两张大床，浴室还有大浴缸、厕格和淋浴间添。除了自己冲嘢饮，还可以享用管家服务，请他们送上咖啡或者茶。如果想再住好一点的话，可以加钱入住这个房型。咁呢一个套餐一共有八项礼遇，大家每日都可以自选四项礼遇去打造属于自己嘅旅程啊！咁例如咧可以揀香槟啦、cocktail、XO 酱、茶叶，仲可以揀延迟退房、双人早餐、30分钟健身训练等等噶。咁我哋而家一齐睇下酒店仲有啲乜嘢设施先啦。嚟到酒店嘅七楼，呢一度就系圣 Regis 嘅 Athletic Club 啦。咁呢一度会有泳池啦、gym room 同埋 spa， 大家可以喺度探翻下噶。大家亦都可以在 The Athletic Club 健身，还可以上30分钟的健身训练。这个室外泳池是暖水池来的，大家上落水就不怕冻亲，而且它是对着教堂的，环境亦都很舒服。大家游完水之后可以去隔离的湖畔酒吧喝一杯酒。酒店亦都有不同的餐厅选择，一场来到 staycation 又可以用500元的酒店消费额，当然要试一下啦。想知道瑞吉酒店还有什么食、有什么玩，同埋点样预订这个套餐，就记得留意 HKET App 家庭台独家足本播放啦。